你忍着点，要是疼，就抓紧我。进献骨粉时都会将解药一并献上，想必这解药就在这骨粉盒中。秦骨，见血发作，性命堪忧，以稳暂缓。萧彻，萧，别管了，是他。别管了，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怕我会伤害你。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别过来！小彻，小彻，小彻！王爷。